正式对你发动那么强烈的攻击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奇怪，为什么我会没受伤？啊！真是凝聚的场域崩溃了，可以靠近祭坛了。我去找找看，这里有什么宝贝？哎，等等，场域破碎，难道是因为他？我在想啥呢？他能做什么？肯定是我的琉璃天体作用延迟了。哇，这是它飞起来了，那是传承，那就是传承。小心啊啊，难道这就是获得传承的方式吗？大鼎也开始晃动了，哎，可别砸到我的头啊！哈！我还是离远点吧。这是……糟了，飞过来了！不是实体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什么情况？糟了，这玩意儿进我脑袋了！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我的脑子不会出问题吧？它在吸收灵气。你吸收完传承了？是的，可惜没有那卷天书，看来加点记载有误。天书？不会是刚才那卷金书吧？传闻老祖晚年得到一本金色天书，这本天书非凡无比，以老祖无上成就都无法得到天书认可打开天书，现在看来多半是假的。天书进入我额头是代表认可我了吗？难道刚才那阵势的突然破解也是因为我？难不成我是天选之人？拿着。我重伤未愈，需要休整，你看我秘籍吧，别乱跑，出了事儿我可救不了你。我娘子在这儿，我才不乱跑呢。好了好了，我看秘籍去了，正好试试刚才学到的吸收灵气之法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山叔，你来了。小姐，你得手了。没错，我拿到传承了。我严家崛起指日可待。又不是你拿了传承。谁？你高兴个屁！你小子居然还没死。山叔，不可。小姐，如果让他活着出去后，定会将结婚的事情说出去。为了您的名誉，这个人必须死。放他走吧，他什么修为都没有，没人会信他的。严家不能恩将仇报，斩草除根才能避免后患。为了严家，他必须死。你小子都逼我是吧？来呀，想让你们小姐陪我一起死，就来试试看呢、啊。小姐，你放肆！马上放开小姐，否则我必将你挫骨扬灰。你们再上前一步，小心我对她不客气。你放开我，我保证他们不动你。哦，你怎么保证？你要是乱来，我就和你同归于尽。夜雨，你放开小姐，我发誓让你安全离开。安全离开？
我来严家第一天你就计划杀了我，地宫开启又拿我当挡箭牌，刚才又想杀我，老贼，你以为我还会信你所谓的誓言？老夫的话的确不可信，不过，哼哼。啊，这里怎么会突然下雪？这是不好，动不了了。山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子被我御灵镜的秘术冻住了，就凭这个废物，是别想挣脱了。没有半点修为的废物还敢嚣张？你这小子是被冻傻了吗？原来这就是御灵镜的力量，真是谢了啊！这是不好，是灵巢。他不是一丝修为都没有吗？这只能说明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入了御灵境。那把刀，小姐小心。来呀，看你还如何跟我斗！可恶！山叔！你们严家也不过只有你严山和严胜两个运灵境，现在我也达到了，你们如何对付我？好家伙，我这就结果了你！